重磅介绍，超过1500部经典好戏已经在 YouTube 粤语长篇频道上架啦，仲快啲入嚟睇！记住揿埋右手边个钟仔，咁我哋一有新片就会马上通知你噶啦。你出去话我唔喺度咯，系咁点得啊？咁你将我妈个荷包倒转烂嘅啫。
我点都唔应承噶啦，你推咗佢噶啦。对我真系情意义重，我一定力图振奋，希望有日步上青云，护荣妻位，以报答红啊嘅恩义。乜嘢事啊？弊啦弊啦，你原来你唔肯见嗰个故障，系皇帝嚟噶，系皇帝？真嘅？我大嫂都唔信噶，后来佢攞个玉玺出嚟，哎呀，真系吓到我魂不附体。家公子，你快啲走啦！如果俾佢入到嚟见到你，怄起上嚟，真系连命都冇噶。咁我走先啦，妈，你快啲去迎驾。李常。试试啦，佢问得子上嫁到，跟住失礼子上，所以装整下啫。哦，唔使装整咯。要嘅要嘅。啊，子上，请入去啦。神女李师师叩见圣上万岁万万岁！起来起来！谢圣上。准备酒菜。令旨。好。师师，光微服到来，无需多行礼请。李师师，你雍容娇贵还淑丽，温艳诸神貌堪能越帝，柳腰儿又细，令我心难自低。模仿手艺，将你问题艳玲并回味，以后见面心间不须为，千勿妄自要地位降低。红鞋并蒂，只言我皆玉郎共妻。偶然见妈咪对你提携，故卿留思绪难眠。师师，吾王闻得你有诗技之称，有动韵之才，大家一边饮一边诗酒唱愁，好吗？师师，请请。我好似有人打黑欠声。系啊，圣上，你听错都未定啫，或者啲老鼠啊。哦。打出嚟！原来呢度啲老鼠咁大只嘅。圣上恕罪，小民假役，无
冒犯圣君，死罪死罪！你为咩事干藏匿喺呢度？因为蚁民不识主上驾到，不及回避，只有你系咩人？佢系我闺中一民友，一直求唱把诗题啊！起身，谢圣上。贾莹，你同思思既成知己，咁一定责感前头，就嚟金屋藏娇噶啦。主上，今朝贵重而难公文会事，往交的银两红包，叹息没落怀。问罪的光到我梦魂差，主上，你只是旧忘圣君，将佢启怀，永感领龙恩，为佢倾尽才华来为国，忠心于大。好啊，为国家计，千分分要为后继。今将营造参公，你理可顺朕为？贾谊上前听方，真复为刑部尚书谢龙恩。贾洛，圣上对你大恩大德，你以后要爱国爱民，忠肝义胆，以报圣上佢知遇之恩啦。微臣一定披肝沥胆，为民为国，万死不辞。贾卿家实在国家正多难之秋，朝廷正需用人之际，你上京赴任，共患狂难。系主上，咁何时起程呢？立即起程，立即起程。贾洛，你望在呀流连远流归，归意要为国家，千公文礼，令心固定，谁的无碍？先将国事后再把家。离开思思，个心就难过啊！主上，过我同阿思思，哦，你放心啦，由来君不占神妻，吾王为爱慕思思嘅才华，希望能够时时同佢诗酒唱愁啫。你唔需要挂住佢啦，放心去啦。贾洛，咁你去啦，我一定留心以待，唔会辜负你。系咯，贾兄家，你先回家打点。孤王召会京师，替你安排一切。谢主上。思思，我去了。
主上，微臣告辞。主上，我想送一送假郎，请主上见我。好好。斩话娘娘你无量道歉，咁我应该要点呢？可以带嗰个李师师到嚟金殿，在群臣面前迷惑主上，可以将佢斩首。一则除却李师师，二来嗰啲群臣对阿娘娘你更加尊重啊嘛。好，你即刻拉个李师师嚟。遵命。近来因为身子不是几舒适，似有疏懒朝政啫，并非有人迷惑夫王啊。子彤，你切不可轻信人言啊。主上，哀家素来都不信人言，非有事实我都不敢乱说啊。咁主上你都话公道啦嘛？公道。又似张卿家，命人将此人带上啊。李师，娘娘有旨。带李师师上殿。民女李师师叩见我王万岁，娘娘千岁千千岁。平山，有罪不敢。李师师，你都知道自己有罪了咩？不过哀家要看你是否花容月貌，倾国倾城，赐你平身。爹娘娘，师师，难怪主上对你咁昏迷啦。人烟。
望。相对任欢龙夜，未有曲唱风求娘娘。据微臣所知，佢素性端庄，怎会向君王施色相？佢系一名知己嚟嘅啫，或者唱酬诗奏，此乃是属那沉默上。贾兄家，你又点知啊？李思思并非迷惑君王啊，又怎可以乱加刑罚呢？娘娘，一个名妇女空上远似阳，流风光受了祸，养在遭遇暴狂，应该是良朋，情为旁人重伤冤枉。亡国恨，丝丝灵魂爱家邦，怎会迷惑帝主和朝廷？王物贪杀无辜，成冤枉。哪兄啊，你竟口口声声为辩，一点丝丝不会离开我。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主上，如果结交盟友，大可名正言顺命驾前往啊，又何必要暗掘地道，偷师相罪呢？如果你同佢冇关系嘅，真系三岁孩童都唔会相信噶。娘娘，师师死何足惜？不过我与主上，佢正大光明。只是厮守长仇啫，我可以誓诸天日噶。希望娘娘你查明查白，切莫冤枉无辜啊！胡说，任你舌炭莲花难以洗脱死罪，人嚟退出斩。娘娘，思思临死之前有一事恳求，你先能否赐罪？奏上来，启奏娘娘。思思竟已身怀六甲，若然立即行刑，岂不是一尸二命？我恳求娘娘
准我分娩之后，然后即执行死刑，感恩不欠。吓，你身怀有孕，系唔系主上啊？非呀，咁系边个嘅？你快啲讲。此人乃系。那是一个商人的骨肉，现在个商人在哪里啊？竟已远去经商，不知踪迹了。吓，不知踪迹。子徒，为着好生之德，就准其所就吧啦。好，我念在主上同你讲情，一对临盘之人，我自会命人滴血验明，如果是帝锐的，就交回哀家抚养，然后将你正法；如果是野种畜生，就将你母子一同处斩。子彤，你咁做法，未免太过残忍啲啩？咩残忍啊？佢系红颜祸水，可以倾国倾城噶噃。玉兰君。大王菩提庵内要日夜看守，以免主上私事访探啊！待他临盘之后，然后将他依法惩罚。
高为情的。风座加腰上美君袍添龙袍。他说一定结身后我贤相妻，为什么他又会胎含头扣呢？真的令我无限怀疑。今晚黑我一定要见到思思，我会问明问白，看看那个究竟是哪个的骨肉来才行。你快点开门啦！我有事干要问你的。贾乐，我不能够开门给你入嚟的。吓、啊？点解呢？上言命，我当为相助，定然一语释风，国安难翻。一失足成千古错。贾乐，咁你一定要想办法
免使我两母子含冤而死。姨姨啊，哎呀，主持叫我添，我要翻入去啦。你请姨姨啊，姨姨，咁你你唔好讲咁多嘢啦，俾人哋见到不得了噶。你请姨姨，你请姨姨啊，姨姨，姨姨。人头都难保啊！娘娘，唔准讲，你快啲去。
安来假意攻心主上，或者不忍下手的，我断不能留下祸根。拜见大王。钱宋朝消息如何？启禀大王，宋朝丞相张邦昌求见。快进来。知道。爱臣张邦昌叩见大王，愿大王万岁万万岁。免。谢大王。金狐儿在，快将孤家的义事快点对他讲。知道。张邦昌你都算自己暗中卖货。现在我们兵临城下，大王吩咐你，第一，帝后入见我邦，第二，你施施身来花容月貌，或者带过来服侍大王，风为飞奔，我哋办得妥妥当当，我都官破城池，玉石俱焚。知道。要策立为储君，就叫佢将来入得山，
都不能够废长立幼噶，所以佢一定要佢死嘅。咁点解你又唔对佢讲明系我哋嘅骨肉呢？讲过啦，我苦说是爱子，佢内心暗无疑，佢仲话我好替人受过添，决不将佢饶恕，何太意思？所以要逼我嚟杀佢啊！佢因何必杀帝王儿？如是确令人诧异，无残的完全无道理。佢咁做法，天下臣民都不谅嘅。大位啦嘛，何心太浓，皆因妒忌，天亦不算，尘皆无道理。佢逆天枉我，痴迷神君，又话我美。我与佢前世无冤，今世无仇。罪嘅，你叫我点杀得落手咧？莫非皇天的宗旨，薄命残花，母子今生要共你两万年？皇君，你杀啦，同愿你。我对当天来发誓。走得噶，守卫太深严，怎可为徒？未呀未去天涯，身上寄我又难舍弃，女和美，不愿同生，愿共施海枯石烂，不分啊！令今同归，于尽不偷生。地府鸳鸯相比此，杀咯，不是不死，不相爱，地府鸳鸯缘同命，何堪泪眼含笑。
睇住你杀死自己嘅亲生骨肉。唉，我两情，我爱子，你能落得知？上妻自然实难辨，除非鸳鸯一对并肩难离。
咗两母子，点解你要自杀咁傻啊？娘娘，你睇下啦。痴男怨女两相痴，前面诞下小孤儿，莫作燕胎为龙锐，风流天子枉相思，假亦你思思为书，真有此事？拜见主上。子彤，你请孤王到嚟，又有咩事啊？主上，你直白讲俾哀家听，你同李先知是否绝无私情啊？绝无私情。你敢唔敢同个细佬哥直血啦？当然敢啦。好，人嚟，在，准备一切。领旨。你以后可以同埋个仔翻去同贾兴家享受天伦之乐啦！谢主上，谢娘娘。拜见主上，拜见娘娘。周兴家，你咁匆忙嚟有咩事啊？主上，金兵压境，围困城池，佢要话主上你我娘娘播帮为之喎、啊。要孤王同子同。过帮为之啊！仲有啊，若若不应承，徒剩十日，仲要你亲身带李师师过帮做金国嘅王妃啊！咩话？要我去做金王妃？得，周丞相岂可以君啊？王位啊之，有辱上国威严。
应。金国有百万雄兵，如狼似虎，经已过咗我哋宋英十成噶啦。兵困我国，若果我哋系抵抗嘅，等于自取灭亡嘅啫。主上，若果要保存社稷嘅，就要忍辱告邦，否则会国亡家破啊！主上，冇法啦，我哋都要忍辱告邦为止，我最多陪埋你去啦。思思，你都要准备告邦，做金国嘅王妃喎。将成绝对不义夫忠臣，不义主啊！你莫作成祸，祸写书求荣卖国斗仁义。为女子，亦明星之正，是不义。世难出塞待和勇，愿求一丝明心难移。过邦啦，你应该以国家为重，应承出塞啦。希望暂时保存社稷，代孤随途后继。是是，你系一个爱国女子，好为孤王着想，以免国亡家破啊。主上，时候无多噶啦，咁几程几程啊？立即要起程。吓、啊！立即起程。系，主上，思思正患住不眠咗，能唔能够准许我抱埋个仔，随行到金波，然后先分离啊？唔得唔得，俾金文术知道，点搞掂啊？吓！我一定要守秘密，会泄漏嘅。主上，请你可怜我哋骨肉情深，夫妻情重，等我哋见多一日，就得一日啦。好啦，彼此都是伤心人，孤王就准你送思思过邦，然后至分别。不过你哋两个呢件事要小心秘密就好。知道。主上，咁准备快啲起程啦。接近金邦边界啦，而且又将近日落西山，不如喺度扎营歇宿一宵，听朝早起程好嘛？吓、啊，喺度扎营？系咯，主上，我哋一路风餐露宿，已经行咗几千里路啦，而且你又身染风寒，应该休息下吧啦。好啦，驾轻驾载，你就全力扎营啦。微臣领旨。主上有旨，吩咐扎营。八千里路云和月，一再凄凉，铁如军。同夕阳如
我。倘若魔王佢强迫成婚，我一定以身殉国嘅。自私，若果你以身殉国，我一定以死殉情。我自私。
太缓慢时。咁大胆，仲对住个仔嚟喊啊！呢度系金邦嘅边界噃，万一俾金人知道，你叫孤王点样应付呢？志志，你快啲抱个仔回避先啦，灵志。天家，孤王再吩咐你，一到金邦，你就抱翻个仔立品中原，千祈唔好依依不舍啦。微臣知道。快点送转。何事？我哋四殿下今日送在一里之外，等候叫你立即起行。好，卿家全令起行。微臣领旨。殿下远迎，孤王过意不去啊！应该应该。啊，嗰位美人就是李思思啦，系嘛？民女正是李思思。好美貌啊！好美貌啊！主上。现在已到金邦，微臣都应该回国，望主上娘娘珍重。你假意系嘛？宋主佢就系宋邦嘅才人系嘛？正是，咁求之不得啦。孤王正在用人之际，你既然嚟到金邦，就唔能够挽回。殿下，我你唔使讲，孤王要你喺金邦写诗作赋，若再推迟，立即斩！妈，家兄家，既然四殿下咁喜欢啦，你就应承啦。我去推车啦，唔使你去，我要佢两个去。我去推车，唔去就杀。
思念下，佢哋而家去推车啦，佢哋而家去啦。大王请走。大王请走。来，快点去敬给我的未来王妃。主上，主上，主上！
思思，主上已经驾崩，逃避都是无益的。思思，人已死了，莫为伤心，快点上前听风。大王，你要我思思受封，我是有条件的。好答，大王夫人中了什么条件？若果不应承，杀！不可妄动。思思，你有什么条件，即管对顾家讲。我的条件就是先杀这个张邦昌。好，杀！大王娘娘，去！你都应该有今日啦！快快快！哈哈，思思，咁而家受封啦啩？大王，思思忍辱偷生，无非欲保主上佢嘅性命。今日主上驾崩，奸臣已灭，我又何苦要毁节事仇呢？我誓不受封。年内权争势不定，早已退海望山明平平平，此曾发指共依和命，我哋生死都不分离。你拆散鸳鸯多无情，无限高长难力为挽救。早已有了仔，咁而家在哪里？暗藏逆管之中。带佢上来。大王，今日我军死国亡，身无我恋，望大王保存我一点骨肉，爱神虽死无憾。为系愿一同牺牲，好，孤王就保存你的仔，如
两个果然真情，令孤感动。此酒冇毒，家准你哋父子团圆，回国也罢。两往事。